每一次再把这个连接，每一次去练电吉他都要花这么多时间，搞不好连起来我已经没力气去练了。只是卡洛斯一向都提不起兴趣去练练吉他，我还是更喜欢练民谣吉他、古典吉他一类，就是因为我很怕连这个电线呢，练完了还要整理，把这些东西放回我的柜子，不是太恼人吗？所以我一直在想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。哎，你记得吗？我之前不是做过一期吗？就是把电吉他连到 iPad 上，电吉他的配置新选的，声卡。这一边插电吉他，另外这一边可以插一个耳机。比方你练习不用吵着人家，现在我是连接了那个小的抗音机，这个也是不错的选择，也是要用电吉他连到这个声卡，再连到 iPad， 而声卡再要连到抗音机，你才能练习啊。可是今天我又淘到了一个宝贝，我跟你一起开箱看看是什么。就是这个小东西，它是一个 portable guitar monitor， 然后就是一个小型的扩音器，用来连接到电吉他的输出，那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案去练习电吉他了。我们先把它打开，看上去像一颗蘑菇吧。电线，就是这样的。把它这样子，把这个蘑菇放上去。对，有没有声音？有大意。咦，有声音呢？这个市政。那当然，这个失真应该不太好的。确实是简化很多练吉他要预备的工作。除了这个小东西，将来还抽更多的时间来练这个电吉他了吧。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了，我是卡洛斯，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请你关注、点赞、转发，再见。